我是柯柯，今天又到了吃货的分享时间。柯柯的周三剧场，不然你想怎样？今天要分享的是韩国人只要一到下雨天就想吃的哈姆帕酱。可是你嘎，今天要挑战一边做海鲜葱饼一边唱金钟国欧巴听见下雨的声音。这首歌呢总共有4分51秒，让我们来看看我能不能在这首歌唱完之前完成这海鲜葱饼吧。好，那我要开始咯。前奏很强，是吧？
思，怎么我一生不懂？高大，只有爱埋藏，藏好是绝的。真的超一阵慌乱的。那事实证明，我需要三首歌的时间才有办法做完这道海鲜葱明，所以大概就是做一份海鲜葱明，差不多从备料到起锅大概是15分钟左右。准备的海鲜料太多，所以海鲜葱明呈现就是葱饼夹海鲜，撇掉我放太多的那个，它其实还蛮漂亮，直接吃了。我觉得因为我没有用油煎，所以它感觉很像松饼口感。传统的做法，他们其实加非常多油，油煎过葱一遍，然后再把煎饼放上去，然后海鲜料，整个会很酥脆。这次一首歌做一道菜呢，算是失败啦，不过没有关系，我们都是越挫越勇。如果你喜欢这类的主题的话，或者是你想听我唱什么歌，或者是做哪道菜的话，欢迎在底下留言。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欢迎把它分享出去给你的朋友。那喜欢的话呢，就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咯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啦，拜拜。和我听见下雨的声音，想起你用唇语说爱情，幸福也可以很安静，我付出一直很小心。